讲心是再多去，会当通来这个人生，会当通听悟了人人本具的佛性，咱就照着人生这个缘呐，好好来修行。咱的心念，唔知伫偌久偌久的以前，就不断受污染，咱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啊，含藏着真多的污垢，所以善恶啊，定定都是伫咱的内心伫咧交织。知影好诶，咱会晓要学，唔过呢，时时都有恶的啊，来，把我们拖，把我们扭，所以，这种善恶中间啊，好亲像在咧拔河咧，善的，那力较强，就把我们扭对善的去，也那恶的呢，那力较强。就真紧就把咱扭过去，予咱呢有了这个误解，所以一切为心做。咱面对着遮多的环境啊，哪怕是真多的染缘伫咱的周围，咱来保持着这点的静音清净的心，咱会当。将咱的心啊，转污染的境界，归为清净的境界。我一只狗。虽然伊是一只狗，不过呢，伊本性有存，伫深山修行，心地非常仁慈，伊会当爱山林中一切的动物。有一天在树顶采果，好亲像有人在咧叫叫的声音。伊内心就是无去甲叫，心不忍啊。所以听到声音啊，不断催啦。发现了这个人，但是要去救伊呢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断崖山窟啊，真深。哪怕是断送了家己的性命，会当救人，他也愿意，所以想尽办法。看到树枝、草木，甚至呢石头、石壁，真危险，从上到下。看到这个人受伤，伊就讲：“来，拍给我的脚只片，我爱你起来。”山壁是断崖，
就这聪明，一辈子已经真辛苦。何况呢，背后派着一个人，终于起来到山顶，一家人放下，家己呢已经是足忝足忝就甲这个人讲：“你安全啦，你去吧，从伫迄个树下困去吧。”这个人呢，也真感恩啊。但是呢，家己呢，嘛是痛，又搁是枵啊。看到这只狗在咧睏，睏到真入眠，伊就安尼想：这动物啊，生来呢，就是人吃的嘛。这只狗。我若吃伊的肉来充饥，我都有力啦。注意拍电啦，就去压着一粒的石头，向着这只狗打去。伊头部受伤啦，赶紧呢就爬到树顶去。一将高临下，看这个人，伊哭啦，伊感觉到人类的心啊，哪会这么正凶恶残酷？我的力会当救伊的人，不过我的敌也未当感化伊的人，我爱赶紧搁修行，德行力量。记住，我将来，我也是同款要来度伊，这就是清净的念。迄只狗就是释迦牟尼。看，释迦牟尼佛，累生累世啊，来人间，就是保持着这点清净的本性，就是这种慈爱的心。不管伊碰到什么款的境界，还是这点爱，这点慈。这个心态还是真清净，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，伊都无受污染，伊袂因为讲我救你，你哪会要来杀我呢？伊无有一点仔的怒气，也无有一丝仔的怨叹，他也搁在对这个众生。去怜悯心，以怜悯人类啊，就是这么正无耻，所以伊去怜悯，所以伊再发愿，还是要过来度伊。不管是人心，或者是动物的心。心行不同啊，确实呢，心性统一。迄、那个坚守着迄念清净的因，那周围的缘呢，伊就会当化污浊为清流。这都是修行。咱逐工啊，逐工，
面对着人群、世间的事物，多一项唔是让咱烦恼的，多一项唔是让咱感觉到无奈。咱若会当头定来保持着咱的心，咱就绝对袂去受这个境界甲咱影响。咱还阁时时去感恩心，所以学佛啊，无别项，真单纯，就是那会晓过好清净因缘，因就是咱内心的精进，缘呢是外面呢甲咱的境界，咱若会当转。言呐、啊，那为善言，安尼，咱就人事万用啊。